好大棵櫻花樹，個花冧勁似一嚿燈膽，係咪有好面㗎？係啊。No。 翻去買依啲惡霸卡啊！哇，佢真係繼續買呀，本身話買兩張嘅啫，我唔滿足啊！ 嗨， 我張華花又嚟到一個冇頭冇尾嘅 vlog 啦。點解呢？大家都可能知道呢，我之前呢係突發飛咗去韓國去睇 Seventeen 嘅演唱會啦。一開始呢，我係完全冇諗過自己係會玩到飛去韓國睇演唱會咁癲嘅。我本身個 plan 呢都係諗住安在家中睇線上演唱會就算啦。韓國好難㗎，買飛我聽人講，人哋要特登去嗰啲網吧搶票，因為嗰度嘅網絡會好啲啦。咁但係呢，每一日呢都喺度睇 WeVerse 㗎嘛，跟住之後呢喺度講話啊，你要攞個 code， 跟住之後咧去 register， 咁咧就可以喺 pre-sale 嘅時候咧就可以有一個 carrot， 即係粉絲嘅優先買呢個演唱會飛嘅機會，拎咗先算啦。突然之間你想去嘅話，我有個 code 先至買到噶嘛，係咪先？咁但係 register 咗之後咧，就諗住啊，去到差唔多時間咯，不如試下啦，體驗一下搶飛啦，搶唔到都冇所謂，我知道。 都大機會係搶唔到嘅，咁所以咧，我係抱住一個必輸嘅決心咧去試呢一個嘅買飛。咁跟住神奇嘅事就發生咯，搭正跟住就篤入去啦，篤入去之後咧就開始無限廿幾萬人喺度同我一齊搶飛啦，喺度等緊排隊。可能我面前有廿幾萬人會唔會係揾到飛咧？唔緊要，我哋嘗試，我哋體驗啊嘛。咁所以咧就撳咗入去喺度等啦，喺度睇飛啊，去到突然之間50,000幾定唔知30,000幾嘅時候，咦？點解成個 screen 白咗嘅？跟住我就我係咪做錯啲咩step？撳咗啲咩掣啦？因為我就人生未試過。 搶韓國演唱會飛，咁所以對網站唔熟悉，跟住之後亦都唔知白畫面係咩意思啦。你再嚟過？呢個白色係咩意思啊？ 咁原來之後發現咗咧，搶飛白畫面咧就原來即係佢哋 system error， 你就會撳翻出去再嚟過啦。跟住又有十幾萬人喺前面咯，咁就唔緊要啦，咁再等再等再等。係我入到去嗰個畫面入面，都揀位咯。咁原來揀位都係門學問嚟喎，你要逐層撳啦，跟住之後逐區撳啦，跟住之後逐行撳，逐粒撳咧，睇下個粒嘢有冇顏色啦。首先有顏色你先撳得到落去，撳得到落去咧都未必係你嘅，因為咧你冇顯示個座位咧，即係已經俾其他人 po 咗已經俾人搶走咗，咧又要再 refresh 過，你要再撳過啦，跟住就每一行喺度篤篤篤篤，係咁喺度篤篤篤，突然之間有個位，俾我篤中咗喎。OK， proceed， 跟住就下一頁，跟住之後就俾錢填所有嘢，嚇買到，我買咗啊 ！Oh my god， 我要去睇新聞電視台喎！Oh my god， 我係成功咗啊！我心臟衰弱啊！ 齊人嘅演唱會。That is so crazy, everybody。咁所以咧就產生咗呢一次嘅韓國之旅同埋呢一條 vlog 啦。我哋即刻去片。先生今次嚟有冇啲咩目的㗎？我想同你一齊睇櫻花，因為你唔影櫻花。<笑>我真係冇興趣咧，因為第一佢粉紅色啦，第二真係好凍啦，第三又真係有啲凍，我仲係好矯情喎，食飯。耶！<笑> 我哋今次嘅韓國之旅咧係冇O.E.M.嘅，但係我哋住咗喺屋企，就好似一個 Airbnb 咁樣嘅一個概念。然之後咧，先生啱啱嚟到首爾，即係放低啲嘢，即刻我哋就出咗嚟去搜尋呢個個櫻花。但係咧，我哋嚟到呢度咧，呢一間 cafe 咧 ，suppose 啲人影相咧係好靚嘅櫻花啦，咁但係嚟到咧好大棵櫻花樹，但係佢哋一個 corner 都我哋發現咗係有呢個櫻花嘅。 冇 O.E.M. 之後咧，就終於自力更生，跟住喺個 map 度揾到一間叫做 Minchok 嘅一間 cafe， 我同先生都係會食嘅。好多嘢都已經售罄啦。雖然睇落去好似朱古力，大家中意。係啊 ，Minchok Latte 咯呢杯嘢叫。吓咁驚恐咩個樣？真係喎。兼 Minchok 嘅。好面咋？咁我哋咧就揀咗呢一個扁咗嘅 croissant 同埋一粒。哇，好醜樣啊！呢個泡芙。哦，係喎，入邊有 cream 嘅喎。 哇！所有熒光劑啊，真係好熒光，已經味道咁偏，但係啲調色有啲問題。係啊，係咪有好面㗎？係啊，一啲拉皮味都好咯。佢嘅場所 Americano 可以熱之外，成間鋪頭嘅飲品都只可以係凍嘅。我都理解㗎。呢個面包泡芙，好甜嘅，我覺得唔係面味咯，係咩味啊？係。
聯味咯。係咪真係唔好脆呀？側邊呢度少少脆咯，但係入邊係實嘅。哦，但係個味道唔錯。真係㗎？係咪好味過泡芙？嗯，我覺得好味過個泡芙。我們發現了有一棵樹呢，它上面的花冧勁似一塊燈膽，然後之後開完之後就變成一塊廁紙啊。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燈泡的那個花了，大過了這樣的，真的很大塊。我們去了另一間咖啡，也有很大棵櫻花樹的，七點前可以拍，我們剛剛56分到。依家花花喺度入紧呢张 World Pass 啊，但系佢要自己咁样。哇！财富可以玩，唔知道入咗几时。我觉得香港嗰啲银行嗰啲咧入钱好智能啊，一搭都数到。正常应该系咁样嘅，但系佢始终唔系银行。我下次会乖乖地唔好揿钱噶啦。佢直接明明个 app 度可以用信用卡储值，我自己唔知点解要揿 cash 出嚟。缓慢地进行。系啊，到底呢个财富家嘅女儿有几多张一万？而家已经入咗五分钟以上啦，但系财富家嘅女儿仲有好多张啊！呢个有100万嘅，100万嘅10000蚊啊！嚟到宏大街嘅一个 SPA 啦，阿泡泡咧佢就一定要嚟买佢呢个底裤套嘅系列，就系呢度啦，原来。I don't understand， 但你睇下佢。嚟到 SPA 咧，就一定系卖睡衣噶啦。但系咧，我就真系对底裤套冇兴趣，咁我就拣呢个咯。我每次嚟都起码买一套嘅，咁我就拣咗呢一只嘢咯。我就拣松啲嘅 M size， 瞓觉舒服。你误闯咗呢一区有 17 嘅嘢，跟住我个 Joshua， 系银音。所以現在我就要表演吸入碳水給大家看，我真的很開心啊！現在個人超好，更加有遊客推水，但是沒辦法，我們買東西買到10點多，我們現在才吃晚飯，有得吃就是這樣。首先咧有 dress code 啦 ，dress code 就係 denim 啦，跟住之後咧第一場咧就係著佢嗰個應援色嘅粉紅色啦，第二場咧即係 Cynthia 另外嗰個 Cynthia 可樂姐咧，佢就係第二場嘅，佢就係著粉藍色嗰場啦，跟住就係白色嘅 hoodie 底啦。之前去 event 要著粉紅色，我就買咗件有粉紅色嘅恤衫啦，攞嚟做 layer 啦，denim 嘅牛仔褸，denim 牛仔褸點樣粉紅色啊？布偶出現咗。所以一定要穿牛仔褲，今天就會背這個袋子，就會背回他這個17 fans 送給我的一條這個 strap， 因為他這裡有寫到我哪個區哪一行哪個位，但我現在就要連結了。我真的覺得看韓國演唱會的人實在太厲害，有一個 app 的，它的 app 那裡有個演出模式，自選模式這樣，現在就要按個演出模式了。 Day 1我是 Day 1的仁川場，好酷啊，跟著它就會有很多的教學，好厲害啊，跟著就會跟 sync 了，同一隻 sync 跟它一起並，好像面膜機那樣輸入你的即是哪一區啊，很厚的，應該是坐到最後最後的，但我覺得是純粹為了感染個氣氛，難得齊人啊，大佬13個，因為本身有兩個傷了啊。之後咧打完你的座位啦，就開始配對 ，suppose 就會跟住去揈噶啦，跟住就配對完成。你演唱會嗰場嘅前兩日開始，你可以 check in 咁樣就可以拎定咯，因為驚嗰啲小朋友可能冇 WiFi 啊，或者係冇 network 咧就 sync 唔切咁樣，就叫你喺屋企自行搞掂。咁樣就可以搞到兩日後都掂㗎。係啊，好智能。是啊，韓國追星就是這樣，都未完啊，很多事情做啊，你知不知道他們官方呢，他那個 fan club 呢
Reverse 嗰度又出咗嗰個 17 嘅公告，好多公告攞出嚟 dress code 啦，要你 link 呢個啦，跟住之後咧仲有好多搭車嘅一啲唔同嘅方法啦，即係包括佢有 17 嘅的士啦，但係要有韓國電話 number 先至可以 book 到啦，嗰個就 book 唔到。有 17 嘅 express 啦，仲有啲 shuttle 嘅，但係嗰啲大巴咧就係俾啲偏遠地區嘅人搭過嚟仁川咁樣啦，好貼心。跟住仲有一連串嘅各種互動啊、活動啊、pop up store 啊嗰啲我就冇去啦，因為嗰啲就一定係超級無敵多人啦，同埋佢好似冇得上網 registration。仲話有一個 surprise 嘅 event 係 for 17嘅，咁咧就係喺 day one 同埋 day two 咧，大家 fans 會突然之間喺某一個位咧就會唱佢哋嘅歌。day one 咧就會去唱 Yehuda， day two 咧 snapshot， 總之係佢哋嘅歌啦，咁就會。大家點啊 ？Pretty you， 靚嘅你。我今日教咗翻一個新韓文。你教咗新韓文，你教咗咩韓文？唔知唔知。唔知唔知咁差咩得？咁咧，總之咧就係講到我而家要練歌啦。為咗練歌，我點樣啊？我 print 咗個歌詞出嚟，啲歌手咧入 studio 去錄嗰個歌嘅時候咧，咪會 mark 曬佢呢度邊度抑揚頓挫要點樣嘅。感情喺嗰度係咪啊？我畫曬。我有曬中文下面係乜嘢解釋啦？有啲位點樣 chop 佢？因為佢有啲 rap 嘅位咧，佢邊度停？跟住我驚我會睇唔切。rap 啊？係啊！奸我哋，我點啊？唔係咁簡單嘅、啊、大佬。Yehuda 就是漂亮的你啦，系咪你话你得？跟住之后呢、這个我见唔见到个斜咧，呢、這个 slash 咧，跟住就停一停，跟住呢个就系冲呢家睇 run 对咁样，即系你就要系咁喺度练。我唔知道原来 K-pop 嘅世界系咁复杂噶，我都吸收咗新嘅知识。我都系因为今次演唱会先知道，原来哇，大佬我睇个演唱会原来咁忙噶，啲 fans 好智能啊，好智能啦，跟住之后好有 system 啦，超大规模啦。而家咧时间已经系非常之夜啦。而家点啊？哇，12:16啊！咁佢就3点开始攞实体飞嘅，咁就大概嗰个时间去拎完飞，跟住之后咧就要排队去拎小卡。而家练歌，练习练习。Hi, my name is Dan. So I'm gonna try and do. Go watch West to West. 1, 2, 3, 4. 大声唱出嚟啊！你害羞啊？你就喺度食花生。如果要我 rap 呢段搞唔掂，系咯，要变得有姿态噶。佢哋真冇系咁跳噶，一齐唱歌其实系好开心噶嘛，即系好似。呢首歌个节奏好奇怪。系啊，呢首歌系佢哋第一首拎第一嘅歌咯。又嚟咯！控制住，控制你，控制住，我都記唔到佢哋嗰啲順序。靠死記啊！鼠牛虎兔龍蛇。俾大家睇下，我今日襯曬佢哋 dress code denim 啦，跟住有粉紅色啦，跟住同埋粉紅色啦，跟住扎咗一個咧係唔會被風吹亂嘅頭啦。但系咧，我哋收到線報咧，就係琴晚凌晨嘅時間咧，嗰13係咁相繼咁出 post 啦，叫大家啲 fans 咧一定要著暖啦，要著褸啦，要著羽絨啦。睇到好似仁川嗰邊最低係2度嘅，同埋嗰度都係一個户外場地啦。我又坐5樓啦，我就驚我3個鐘會死亡啦喺上面，所以咧我都立即喺入面咧加翻一件嘅羽絨，本身係冇嘅，要著翻暖啦。跟住咧，先生咧都俾咗啲暖貼，我需要嘅時候就會貼喺個身度啦。最緊要係咩啊？係電話同埋我嘅英文版本。哇！曬陣字噶啦，係新嘅，同埋已經琴日咧都俾大家睇咗，已經 link 咗啦。所以咧，而家我應該係 ready 出發去闖入仁川睇 17。耶！我同先生去食完個 lunch 之後咧，仲買一啲 kimbap 咧，就去到嗰邊飢餓時候吊命用嘅。出發！首先要去邊度呢？呢度周圍都有好多嘅尖叫聲，因為佢哋喺度攣緊嗰啲小卡。我而家要知道自己喺邊邊咯，因為拎飛嘅係
一邊的盡頭，跟住之後抽小卡是牆的另一邊的盡頭，周圍的人咧都喺度舉牌換卡卡咯。排到去 Carrot Town 好辛苦咁，終於都開到個 membership card， 因為佢冇得 screen cap 啦。但係咧，佢嗰邊個 internet 係爆咗炸，完全 load 咗勁耐勁耐。去到啦，終於都開到，跟住之後佢話一定要拎咗張飛先 ，confirmation letter 都唔得。咁所以咧，而家要急急腳去拎咗張飛先。飛已經拎到啦，終於而家要飛翻嗰個小卡嘅位置啦。但係首先咧，要同 Team 17留一個攝影先。呢度是五楼的29号，所以行了极多层楼梯，上到嚟系尾三个号，但系观景非常之好咯，因为都好正面。前面都有台嘅，但系都預咗係睇 screen 噶啦。而家都已經有一大半嘅人入咗場咯，咁都等多個半鐘先至開場，就慢慢唞下，跟住食我嘅晚餐。最移動。이한송소리가너무그리웠습니다오늘다같이재밌게놀고다들감기걸리지않게꼭꼭이렇게싸매고보시고네조심히돌아가셨으면좋겠습니다네오늘즐겨보시는분들나중에추워질거니까더더꼭고핫팩꼭사시고열심히봐주세요감사합니다演唱會完咗啦，超級～
好睇，超級精彩啦！佢雖然係 encore 場啦，但係佢改咗好多嘢啦，換咗好多歌啦，亦都有好多新嘅一啲裝置啊，同埋有好多嘅 surprise 啦，多嘢玩好多咯，多好多嘅互動啦，但係咧就真係好凍啦！好彩咧，所有嘅保暖嘅措施咁我就做足咗，就啱啱好啫，只係用咗兩個鐘嘅時間翻翻嚟OYN 嘅屋企啦，而家50肩咗啦。但係咧，聽日就會喺 OYN 屋企咧睇第二場 online 睇嘅，因為好中意睇佢哋互動，睇佢哋嗰啲講嘢咧，真係好搞笑㗎！佢哋，我哋聽日見，冇嘢講啦。哎呀，我而家影完啦，樱花好晒真系，我对樱花真系冇热情，但系呢个人我应该交晒差噶啦，应该帮佢影好咗噶啦，好靓啊！大家 get ready 噶，系啊，我买咗今日第二场嘅 17 concert。買咗啲嘢食啊！頭先。包富 boy， 但佢主場好勁啊！佢唱同面包超人兩個主場，而家進行緊一個好嚴謹嘅壁宣先應人嘅一個行動。看看他完了这一场演唱会究竟可以认到几多个不是啊，老虎刚才都说像女仔那个是 producer， 这个呢，这个是重眼二哥，这个跛脚两个都跛脚，刚才和这个都是跛脚，已经认到很多个了，好叻啊，面包超人这个好叻啊，记得了蓝色这个添，东北迪兰，东北迪兰。Joshua， 你包出嚟啊！哈哈哈哈哈！心心心心，我中意嘅，系啊，好叻啊！哈哈哈哈哈！老虎主唱，我都中意，好型啊！演唱會後尾咧有個彩位打嘅，4月29好 come back， 哇 ！Andrew nice， 快翻去買依啲歐巴卡啦！歐巴卡，哇！佢揀橙色喎，我揀好多張，我又要試下，好似我前面嗰個咁啊！頭先前面嗰個買咗13×2。我企咗喺度勁耐喎，我哋企咗有冇10？有啊有啊，因為佢買咁多張咧，每張要逐張撳嘅，佢唔可以一次過。哇！我而家用緊花花個電話啊嘛，已經即時睇到佢使咗幾錢。包卡使咁彈錢，係啊，都係嗰啲交通卡或者係俾錢卡，應該都係攞嚟儲用，我都係用翻包卡。錢都真係好高，我都32、33歲，出嚟咁大個男孩子，樣睇都唔係咁好嘅。哇！佢真系繼續買呀，本身話買兩張嘅啫。呢個邊個？呢個邊個？睇下先。
no. 唔係啊？有苦啊？買咗三張，一張是 Escoos， 一張是 Joshua， 一張是 Hoshi。 我滿足啊，在這邊，是啊，就是這樣就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的飛去韓國看韓星演唱會的一個經歷了，感動和覺得自己幸運可以參加到 SEVENTEEN 完全看13個人齊齊整整冇事冇幹咁樣開開心心，亦都係好多感動，亦都係好多搞笑位嘅一個演唱會。因為上次現場睇咧，一定係 VIP 席嘛，都係企喺度企得住好攰。咁但係嗰次始終咧都係得11個人啦，有兩個大哥二哥唔喺度啦。今次真係可以齊齊整整咁樣睇佢哋一次啦。以我一個新嘅 care 嚟講，都真係一個非常幸運嘅事嚟嘅。嚟緊佢哋之後又會有好多世界各地嘅唔同嘅表演啦。今年跟住亦都有 comeback 啦 ，Carrotland 啦，即係佢哋嘅 fan meet。即是他們的 fan meet 其實又搞得好像演唱會一樣，我會在線上看，如果有的話應該都會夠開心的，我會自己穿回那 SEVENTEEN 的衣服。依然是他們今次 follow tour 的那件 T-shirt 仁川場，我見 Hoshi 他在這件 T-shirt 下面穿了一件黑色，就可以變長袖，我覺得不錯不錯，所以我今天都是穿了一件黑色的長袖衫，因為我喜歡穿長袖衫，所以就買了這件黑色的 T 有27，其實它真的很亮。 Follow the light。Anyway， 咁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咧去睇我去好啲咁樣飛咗去韓國睇演唱會啦，跟住亦都逼先生記得好多唔同嘅成員啦。雖然名咧就唔 exactly 知道嘅，咁但係咧佢特性啊，因為我教佢嘅時候就係用一啲特徵，即係嗰啲170位高，跟住之後東北直男，跟住呢個係深圳 boy， 呢個係 game boy， 呢個 my boy， 即係 my boy 即係 Joshua， 呢個 producer， 呢個老虎，即係咁樣喺度令到佢咧係嗰個記憶咧係比較易 catch up， 亦都係。比一啲完全路人咧，係會冇咁難記，因為一嚟就塞啲人名俾佢咧，未必會真係記到嘛。咁所以我都非常之成功，同埋都好好笑。如果中意條片嘅話，都俾個 thumbs up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今日繼續中繼都可以成日收到出片通知啦。我哋喺下條片見，拜。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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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自己走走走走走走。Oh yeah！ 啊耶！又嚟窒窒窒窒啦！